瓜跟那个土豆，哇，内心不进不长啊！如果每天有这种伙食，我白天真的我每天就吃这个就可以了。我每一次吃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老不知道就不好吃，就是。不，那你觉得什么东西好吃？就今天这个饭好好吃啊！今天中午的，中午也好吃。今天就能不能再吃一遍？我本来说今天晚上不吃饭，结果把那菜一打开，哇，这个。 这次的这个炒饭的这个厨师啊，那也表扬，啊是真的炒得好。啊，咱们说凭良心说啊，真的就我觉得这次真的是炒得好，是吧？对，是你说要他高要求也，但我觉得这就很好了，就很我也很满足了，这个。